这家伙看上去是不是很酷？没错，这就是创世纪的叉形石头人。众所周知，创世纪的叉形生物都有着60%的减伤，而普通的石头人本身就有90%的减伤，从而导致了这玩意几乎是一种阴道飞起的状态。叉形石头人有着96%左右的减伤，并且他们的伤害也不低。想要打过这个家伙，就需要一只 IQ 较好的二代蓝巨，或者是一只融合龙。不是说好的新闻兽也能打石头人吗？为啥我打不动啊？融合的洞穴不能放置建筑，所以也没有办法搭建困龙房。而我发现了一个前期就能很好驯服叉形石头人的方法，这种方法得来到创世纪火山取丹大冒险的这个洞口，进洞直走。